呢宗意外发生喺今日凌晨12:30左右，喺 Queensway 1554号嘅 Deluxe Motel 停车场。当时便衣探员同另一名同事正喺度调查一部银色嘅 Acura TL 私家车。当佢哋行近车嘅时候，车上嘅司机突然刹车，嗰名便衣探员被车嘅车头撞到，并被拖行几米跌喺地上，扭伤咗关节，身上有多处被擦伤。肇事司机试图揸车离开现场，不过在没几耐之后就被警方拘捕。